你是否有秘密瞒着我？为了购买先进的武器，推翻当今皇帝孙喜呢，就穿越到400年后的新加坡。你既想暗杀当今圣上，你不得好死！他的诡计是否能得逞呢？你犯不着为了一个贱货，毁了自己的前程。请继续追看我的女侠罗明依。 我的女侠罗明依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8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《我的女侠罗明依》视频。